7月11日，高茂彤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，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录取。他表示，一个小男孩的梦想成真了，并附上了高考录取去向查询的截图，以及写有“我一定要考上北电”的签名。随后，香蕉男团 Tangram 官方账号也转发了这条微博，并表示，庆祝我们小高同学考上北电，恭喜梦想成真，离成熟艺人更近了一步。